永和公寓骑楼昨天清晨惊传火警，警消目前研判是人为恶意纵火。根据目击者证词还有监视器画面显示，确定有人在骑楼丢掷不明物品，现场也传出浓浓的汽油味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了三名可疑的男子追查，另外将约谈附近的住户，厘清火警发生的原因。